我想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就尊重相关单位依法裁决，这不是政治问题。缓刑期间不得登记为候选，这是在立法院修法时候各政党的高度共识。陈立信委员陪王家珍开记者会，我真的吓一跳，因为提案修法缓刑不能选，陈立信按赞成，国民党有二十几席的立委全部都按赞成，包括叶玉兰。所以这不是什么民进党修恶法，这个什么违宪，国民党提案，民进党提案，大家共识，就从严来这个修这个选罢法，这个也是民意高度的共识。我们要反制黑金，所以各政党提案都有这种缓刑不得参选。国民党的提案里面非常清楚，国民党二十几席立委全部赞成了。请问这个是违宪吗？然后说这个是恶法，国民党都赞成，陈以信也按赞成啊。陈以信委员，你怎么还好意思出来批评这样的一个修法？而且这样的修法，我认为是这个是因为民意啊来驱使所有的政党啊都要来从严修选罢法。我认为这是当时啊在立法院啊各政党回应民意的高度要求。所以我认为法律问题就让法律去解决，所以这就不要再炒，不要再把它企图把它炒作成一个政治问题。